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容顾问 Coco 啊，多谢各位嘉宾来临支持。首先要介绍一下我的美容院先，虽然暂时我们未有得开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如果你的朋友问起你，喂，你平时兴趣在哪里做 facial 的，又或者有没有信誉好的可以介绍呢，你们即刻就会想起 B4 Beauty， 而且你在第二度是找不到的。因为我哋已经屹立咗喺荔枝角12年嘅时间，要喺呢行做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嘅美容院真係唔容易㗎。但係最首要嘅呢就要做到呢几样嘢，而我哋亦都会坚持去做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快啲嚟睇睇先。第一位卫生。唉，梗係唔係想介绍你哋搵我嘅清洁姐姐啦。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地表自强的 QC， 超强技能 X 光眼的老板做检测。啊，不讲以为他是做卫生署添啊。所有污糟邋遢的东西都逃不过他的法眼。而且他对我们的卫生都很严谨的。每一次我们用完的房间，无论是几咁无处不在的头发啦，几咁迷幻的手指毛，通通都不可以出现。梗係啦，卫生除咗讲干净同形象，都係想保障返我哋客人同员工啫。喺而家呢个咁注重健康嘅时势，更加要坚持做好佢。第二位，仪器疗程。唉，其实你哋讲得出嘅仪器同疗程我哋都有㗎，而且全部都有晒 FDA 同 CE 嘅认可。Pico Laser 就做打疤美白，毛樽埋线就做收紧轮廓，细胞机就回复返底层年轻，胶原腔就增生返胶原蛋蛋 BB， 仲有我哋嘅王牌眼部疗程啊，去埋你个黑眼圈眼纹眼袋先。啊，面你哋唔需要啊，咁可以试下由身体去处理啊，一样可以靓㗎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嘅养功疗程啦。唉，唔係老公啊，老公呢就只可以帮你分泌多巴胺，令你有恋爱嘅感觉嘅啫。要返青春嘅荷尔蒙就要靠我哋嘅养功术啦。各位老公，除咗提供多巴胺俾你太太之外，不妨考虑一下青春荷尔蒙嘅疗程啊。喂喂喂，你讲到自己啲疗程咁 work 咁劲，咁出面间间都有啦，点解要搵你先？啊，你讲得好啱喎，坊间嘅疗程呢真係多如繁星㗎，唔係个个都话啱做嘅，所以我哋就有第三个坚持，就係、是、对皮肤嘅執着啦。首先我哋嘅疗程唔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所有嘅疗程价值都要帮助皮肤换复返细胞健康嘅能力，除咗要有即时嘅效果，仲要有隔山打牛嘅功效，所以皮肤唔错係唔够㗎，我係要抗衰老啊。韩国去唔到都冇有怕，嚟 B4 Beauty 啦。而且每款仪器我哋都会加入高效渗透嘅产品去发挥一啲极致嘅功效。我哋曾经试过入咗部新机返嚟半年，但係都唔立即推出。就係、是、因为要每个同事都要接受疗程嘅培训，深入了解先可以帮客人操作㗎。心思思想样样都做。放心放心。我哋首先呢係会由皮肤嘅真实需要出发，再去提供返专业嘅分析俾你哋去选择。最重要係你哋可以享受到优质嘅服务，见到疗程效果，咁样消费先至开心㗎嘛。大家嘅关系先会建立到。咁样我哋先至会有口碑，从而做到双赢嘅局面㗎嘛。最后营运一间美容院，最重要是找到一个团队，要有共同的目标理念去行，这样才可以给大家见到这个结果的。我需要的引荐就是好看的答案啦，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的，不过可以再约我 dance 去了解多些。电话号码是 9709-0033,20 年不变，但是不要20年后才找我啊，多谢各位。